最佳演唱组合奖翠乐团 Let's go。 欢迎最佳演唱组合的得主翠乐团，刚很浪漫呢，还直接这样子给他揪下去，太浪漫了。这样子一起得奖的心情如何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可思议。到现在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处在一个就是那个飘在云上，对对对，飘飘的，无法 comprehend 的一个对一个过程。然后刚刚就是接讲到现在这整一趟，很像是一个奇幻旅程。奇幻，你有觉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其实就很像是那个意识跟身体抽离，这么严重？解离了。我以为你有比较清醒，就你现在也是抽离。他看起来这么清醒，就是我们的本体还在里面吗？对啊，等下你坐在那边太抽离了吧？我在哪？我在哪？对，天哪！因为他们一路以来也很久，也很打拼很久。一开始是在街头，然后现在走进进去讲，然后得到。进去讲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彼此说？哎，对，你们刚才台上有对彼此说吗？我说谢谢，他有，我说谢谢老婆。那你来跟他好好说。我觉得就是也很感谢老公，就是因为有他，所以才让我可以看到原来我人生中没有想过的这些风景。谢谢。我要哭了，关我屁事啊！哭了，你怎么哭了？哎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怎么？你好夸张哦！那当然是哭了。关我屁事啊！妹妹，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了，就是这样的。谁叫你发表得奖感言？对，关我屁事！我这样的关系，然后一起玩音乐，一起做音乐，还得到肯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想象不到的一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发生在你们身上之后，然后我要哭了。对呀。好，之后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庆功了？先吃东西。对，先吃啊，先吃饱。一人都没吃东西，所以已经订好后面的餐厅了吗？应该是吧。对对对。好好的，就是慰劳一下自己的胃。对啊，还要慰劳彼此，让他们回去再好好的说说彼此心里话。是的，谢谢你。啊，干嘛？不要放闪了。我们也可以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很开心看到你们两个这么恩爱，也恭喜你们得奖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